师父在听主学的控蛇法，只要他一睡敌。 是吧？还是你的烟雾弹厉害啊！小花，成功了！得嘞，扔下我，扔下我！呀！小妹子，快下来！救命啊！ 把蛇往陷阱里面引啊！ 是老祖宗的法子，带他去长生仙界，是你们家的福气，你知道吗？人呢？把他放了！打吧你！
长蛇仙是你的福分，也是董家二房的荣耀。5日后，6月初九，以婚丧嫁娶，以祭祀，届时恭送董家文娟入长蛇仙界。遵命，大伯。 蛇已经被杀了，从今天起不会再有蛇仙危害村民的事情发生，你们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我妹妹。哎呀，长蛇仙饶命！长蛇仙饶命！长蛇仙饶命！来人，快把这两个祸害给我抓起来！啊！快！这些年，大蛇里里外外伤害了多少村民？ 我是在帮你们啊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狡辩啊你！跪下！小兔崽子，老子告诉你，这边网子的麻绳在菜籽油里泡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你就别想逃出来。你这个老东西，老子出来不弄死你！师傅，您来了。老子再不来，你小子就见阎王了。 你们北澳村的事儿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但是我得跟这蛇，我得带回去老子的人，用不着你们来教训。你们几个在这看戏呢，抓起来呀！抓起来！抓起来！抓起来！师傅，你就这么来救我们的？我已经
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，还是没能唬住他们。哎呀，组长，应该把这三个罪魁祸首全部抓起来，献祭给长生仙。先把他们绑了，抓起来，不要破坏了长生仙祭祀。别怕，老实点，不进哥在那，别怕，别动。不能点，不能点，夺回你个豆腐，你不救我自己救。就是，丢我董家的人，就是。